揭晓第47位，得票数19274.9票，他是来自于 SNH48 Team X 的成员冯小飞。今年是冯小飞第三次参加总决选，不懈的努力和对表演的热爱支撑着他一路走来，粉丝的认可和支持是他一直以来的动力，感谢大家从来没有不放弃的努力。大家好，我是 SN48 Team S 兼任 SN48 Team S2 的冯小飞，谢谢大家把我投在了离目标还要更高一点的位置。谢谢大家陪我一起去证明不可能的事也可以变得很可能。以后的我也会还给大家更多的奇迹，谢谢。接下来揭晓第44位，他的得票数是19942.4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S2 蒋云。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，做好自己，不为无人而不芳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的蒋云。谢谢，谢谢我的粉丝又让我重新的站上了这个台子上，然后希望今后我还能够继续的脚踏实地的抓住机会，做好每一件事情，做好自己，谢谢。接下来揭晓第36位，得票数22058.5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S2 吕毅。猫派、狗派、番茄派，想要成为你心中的女一号吕一，她是来自 SNH48 Team S2 的成员。猫派、狗派，想成为你心中的女一号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的吕一。谢谢我的音乐会，谢谢我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为我铺成的阶梯。那么接下来的一年，让我在阶梯的上方继续给你们传递能量吧。接下来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Team S2 以及我们向前冲。揭晓排名第26位的成员，得票数27301.4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S2 的成员钱贝婷。哪怕现实里有再多的困难，他都不曾害怕，因为他要照亮你们脸上属于幸福的笑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钱贝婷。今年想了一个非常正经的获奖感言，就是在这里能够遇到大家之前，在这茫茫人海之中，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一颗小小的尘埃，但是因为你们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聚沙成塔，很感谢你们，很感谢你们赐我26这个名次，谢谢。还有我想说，我的姻缘会很稳哦，每年保持得很好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这一位排名第18位，得票数35458.6票，来自于 SNH48 Team S2， 他也是今天的寿星孙瑞。恭喜孙瑞，他所付出的努力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，不想被别人看不起，就要让他自己强大。要祝孙瑞生日快乐！
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寿星了，排在第十八位，孙瑞有什么话说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2 的孙瑞，从谢谢大家，从那儿到这儿短短的几步，我却走了整整四年。今天我从很多次幻想过我站在这儿，今天你们为我完成了这个梦想。今天是四年来我的家人第一次来看我的演出，你们给我创造了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不放弃我，然后给我动力，给我勇气，真的谢谢大家。非常难忘的生日，现在就让我为大家揭晓第十六名到第八名的名单。首先这一位排名第十六，得票数是40469.5票，他是来自 SNH48 Team H2 的李雨琦。恭喜李雨琦，从迷茫无助到重拾信心，从试图放弃到坚定目标，前进的道路感谢粉丝的一路相伴，目标是做一个唱歌舞蹈 rap 方面全面发展的偶像，相信在自己和粉丝共同的努力下终会有收获。恭喜李雨琦。有请李雨琦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，邀请 Stock 送上奖杯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2 毛毛李雨琦。然后呢，我其实今年的目标本来是33位，想拿一个 CC 的，没有想到袁航干得漂亮。然后也很感谢我的粉丝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给了我这样的惊喜和勇气。那么我也会以后也会朝着我选择的这条路勇敢地走下去，然后希望明年的我比今年的我更有自信和实力喊出更高的名次，然后也希望明年在座的各位，还有看直播的各位，看电视的各位，也可以陪着我们一起迎接新的前进，新的 SH， 我们会更好的，谢谢大家。恭喜李雨琦获得第十六名的好成绩，请回到主舞台的坐席当中，我们来继续揭晓接下来的成员名单。第十五位，他的得票数是41674.9票。他是来自 SNH48 Team S2 的吴哲涵。恭喜吴哲涵，不想让坚强成为他的标签，他想让更多人看到自己，认可自己，想成为你们值得骄傲的存在。他很坚强，可是他需要你们的陪伴，陪他一起走下去，他值得你们喊出他的名字。
有请吴哲涵发表他的获奖感言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2 吴哲涵，我回来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为我投票的你们。然后其实我刚刚一直在从32人的里面排除，就是去掉了一个，我说应该下一个就是我了，然后没想到一直坚持到了第15名，我真的是非常激动。然后谢谢你们。然后因为这次下定了决心想要重回选拔，然后也给了我的粉丝很多压力，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为我投每一票，每0.01票的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吴哲涵获得了第15名的好成绩，请回到主舞台的座位席当中。排名第12位，他的得票数是49,093.8票。他是来自 SNH48 Team S2 的孔霄莹。他要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。这一年来他付出了比去年还要多的努力和辛苦，却有了更胜以往的坚持。他不再不争不抢，而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高。他就是 SNH48 Team S2 的孔霄莹。好像不是在梦里。我们做到了。重回选拔的感觉真好。然后真的很感谢一直为我努力的你们，我真的没想到第4年可以拿一个从来都没有拿过的数字，而且这个数字也意味着我们很多的可能性，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加油。在 SNH 这么多年，我很庆幸我一直有你们，还有这么多可爱的队友，也收获了很多的友谊。我觉得有这么多爱我和我爱的人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如果我现在要说一句很煽情的话，如果下辈子我还有机会做偶像的话，我希望遇到的还是你们。今天终于没哭了，以后也请和我一起开心的继续走下去吧，我爱你们。谢谢，恭喜孔霄莹，也希望就像你今年获得的名次一样，和所有爱你的朋友一起爱下去。是，这辈子才开始就开始规划下辈子的事情，非常有眼光。好，接下来排名第11位，他的得票数是53,569.1票，他是来自 SNH48 Team S2 的戴萌。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，他全身心投入到偶像活动当中，认真对待每一次挑战，用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抓住机会。作为 S 队的队长，他一直恪尽职守，
以为队伍争取机会为己任，他是闪闪发光的戴萌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的戴萌。这一次拿到了第十一名的成绩，所以呢，我想大喊一声，就跟我证件里面说的一样 ，I am Diamond。当然了，我不仅仅是作为 SNH48 的戴萌，我更是 SNH48 Team S2 的队长戴萌。诚挚团结，意志坚定，用汗水浇灌梦想，目标是做好现在的事。We are。谢谢大家。今年对我们的支持，今天我们以你们为荣，希望明年你们可以以我们 TMS 为荣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戴萌，今天获得了第十一名的好成绩，请到主舞台的坐席当中就坐，再次祝贺戴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前十名，排名第十位，得票数是54768.8票，他是来自 SNH48 Team S2 的许佳琪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。以前作为许佳琪，对于夏天的印象就是太阳、西瓜、空调、冰棒。现在作为 SNH48 的许佳琪，对于夏天多了因为晒黑而哭泣，因为投票而担忧，因为目标而努力，因为排名而不甘心。希望以后也不会忘记此刻在同一个地方，为了梦想一起牵手，一起共同创造奇迹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的 Kiki 许佳琪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我想请大家看着我的眼睛。你有见过最美的星空吗？那你有见过最闪耀的星光吗？在那里，那是属于我，属于许佳琪的一片星光，他们叫做黑旗军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今年虽然我的目标是进入前七名，我听说过一句话，就是如果你把自己的幻想一直埋藏在心里，那么它一直就终究是幻想，如果把幻想告诉别人，那它就会成为了不起的预定。虽然这个过程或长或短，但是有你们陪伴，不曾放弃，终究也会有最好的结局。所以我希望有更多喜欢我、支持我的人加入那片星光，让我们把你和我变成我们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把那一小小的星光变成一大片星辰大海。然后
我希望明年夏天我们再战。如果奇迹有颜色，那么一定要有蓝色。我们进入一步一步向前走，神七不做梦，神十在手中。好，好，谢谢 Kiki， 谢谢 Kiki， 也要谢谢山顶上所有 Kiki 的粉丝朋友们，你们举了灯牌 ，Kiki 都看到了，谢谢。